我花两百块钱一只，他卖一卖一只。嗯，那个土里头吧。啊？那个石头。另一个。你们那个木头往回下的，现在这儿他有没有耳朵？没得，有耳洞噻，就是那回才没得耳朵。给他推了两个是吧？又把土里面耳朵。 现在这土里可能是由于基因变异导致的，现在这种情况就发生。忘记把你的跑了，他那么不正。你看。